女孩家的摄像头记录下了令人惊骇的一幕：一只饥饿的大熊带着幼崽四处觅食，正当熊仔寻觅午餐时，突然被一阵狗的嘈杂叫声吓跑。面对食物短缺，大熊被另一只体型较小的狗引起注意，勇敢地拾起碎女孩奋不顾身，用力推开大熊。尽管左手被咬骨折，他的勇气却令大熊畏缩，只得带着幼崽离开。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另一家：一只黑熊外出觅食，引发一场与人的争斗。大叔不畏危险，奋勇与黑熊搏斗，将其赶出房间，不幸被咬伤手臂。 尽管受伤，他成功保护了自己的狗狗，心有余悸。然而，这些大熊唯一害怕的生物似乎是胆大的喵星人。这类猫灵巧无畏，能将黑熊逼上树。这些猫肩负着保护主人的责任，勇敢迫使黑熊退避。猫咪的胆量和守护主人的行为令人赞叹。它们成了黑熊心中的恐惧，展现出无畏的精神。这些猫的勇气和守护行为实在是无价的。